首都北京地铁纵横，人防设施暗藏其中。这个板子后面实际上是别有洞天的。公共场所、普通小区紧急避难，防护严密。当外边的冲击波大了以后，这个门可以自动关闭。依托政府联合地方，民防志愿者临危险伸手，哪里有困难就哪里就有我们队员的身影。和平年代大型系列纪录片《我身边的人防》，本期为您讲述隐形的盾牌，敬请收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和平年代》。上班坐地铁，闲时逛商场，生活在北京的每个人几乎都有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大家伙在享受这种生活的时候，是否知道在自己的身边还有一种隐形的防护力量，时时保障着你的安全？这些隐形的力量都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揭秘百姓生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人防设施和背后的故事。夏日的清晨，缓缓爬升的太阳照亮了京城的金瓦红墙，长安街上的早高峰如期而至，北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家住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李阿姨退休后，每天的生活就从这个菜场开始了。嗯，太过瘾了，特别好，是吧？对。陈阿姨，就是咱们那个超市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是它那个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呢，就是离着居民区很近的，都是方便。这个便民菜场位于朝阳区双井桥东环国际大厦地下一层，大约1000平方米，原本是一处人防工程。北京市民防局本着方便群众生活、服务保障民生的目的，将这里改造成了现在的便民菜场。杨四平是这个菜场人防设施的负责人。这是一个那个旋板护栏，它起到这个防爆的作用。当外边的冲击波大了以后，这个门可以自动关闭；当压力小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打开。那这个门的防护作用还挺大的哈。那当然。这么说来的，到这儿来买东西更放心、更安全。这个便民菜场本来是人防工程的一处紧急避难场所，把它开发成便民菜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附近的居民熟悉这条线路，一旦发生核弹空袭等情况，能够快速的疏散到这里。目前我们全市在用的人防工程是5297只，1238万平方米。平时呢是这个服务老百姓，暂时呢是保密工程。而且我们在这个维护维修啊，在管理上面始终保持是吧，就是良好的这个战备状态。这个真正的把人防工程这个用好管好。首都的人防设施可谓无处不在，百姓身边的便民菜场、大型超市、繁华的地下商圈、喧嚣场所、文化活动中心，这些生活中常去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个在危机出现时守护我们安全的避难所。炎炎夏日，这些地方又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北京民防立足确保人防工程的战备效能，注重结合城市建设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节约城市用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补充完善城市功能。目前北京市的公益便民工程已占在用人防工程总量的80%。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地下空间的了解印象最深的就要数地铁了。据统计，北京地铁每天的客流量最少800万人次，高峰期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早在1953年，北京开始规划地铁时，周恩来总理就强调，如果为了解决北京的交通，买200辆公交车就够了，
修建地铁就是为了人防。然而，地铁里的人防设施，您又知道多少呢？铁板底下是知道吗？下水道吧。下水道。好，谢谢。真的吗？那这里头会有什么呢？您觉得？应该有什么呢？游戏啊。有工具。设备。墙里边也不知道，墙里边。墙呗。经常做这些吗？经常，我每天都做了三个晚上，但不知道。每天都做。这块铁板每天被上千万的乘客踩踏，它底下是否真的藏有玄机呢？这两扇见证地铁繁华的墙壁背后，又有什么特殊装置呢？为了不影响地铁的正常运营，深夜零点，四名机电工人为我们揭开了这面墙背后的秘密。刚才摘掉了这个伪装门，现在这个防护门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是手动逆转防护门，通过它的这个操作装置操作它的这个升降，然后开合到位，最后实现一个完全密闭防护功能。它的作用就是三防吧，就是防核、防生物防化。但是它有防空密闭功能，它跟外界基本上有隔断了。遇到突发情况，仅仅防止外界有害气体的侵入，还远远不能保证地铁里群众的安全。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大家的呼吸问题。这是北京地铁运营总公司联合其他部门组织的一场疏散演习。短暂的骚乱后，很快便有人开始指挥大家按逃生路线疏散。这是我们在地铁车站组织的一次演练，这个演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火灾情况下检测车站的防灾报警系统是否可以及时的报警，发出火灾控制命令，排烟设备是否可以准确动作，同时车站人员通过这种经常性的演练，可以能够熟悉掌握应急预案，一旦遇有突发情况，可以有效的引导疏散乘客。火灾中烟雾引起窒息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这次演习中，成千上万立方米的烟雾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消散殆尽的呢？下面这个地方是乘客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就是乘客正常乘车是不会来到这儿。这是我们的实际上是车站的风道，是设备区，车站的这个大量的中控设备都集中在这里。现在见到的，这个是我们车站通风的主风机，进风机。这个风机的功率在90千瓦，通风量在每小时20万立方。就是平时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通过机械通风把室外的清新空气输送到咱们车站站厅站台公共区，满足乘客乘坐地铁的这个通风需求。就现在咱们进入的是车站风道，是风亭的一个底部。与风机仅一墙之隔的风道，按照人防工程的标准设计，排风只是它的功能之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地铁的风道竟然是这个高达数十米的房间。这是车站风道的防护门所在位置，大家看到它有三道门，这三道门其实功能是不是有些不同的。在平时通风的时候，这个人防门在一个敞开状态，是一个固定位置，它不影响正常的通风。
我们一般在设计中呢，主要采用这个设计的理念是呢，要技术先进、安全、实用。平站长和快车维护管理方面这么一个总体的设计来进行设计的时候，这三道防护门作为人防工程中重要的部分，任何时候都能给地铁里的乘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空气。如今北京地铁历经整整60年的发展，地铁网络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首屈一指。预计到2020年，北京地铁将实现三横四纵七放射的格局，通行里程将达到1000公里。而地铁里完善的人防设施也延伸到这座特大城市的各个角落，为这座城市构建了一道可靠的安全屏障。在保障人防设施完善的同时，为了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近些年来北京市民防局还利用人防工程，每年向市民提供停车位1.8万个，累计提供停车位超过20万个，有效地缓解了地面交通压力。自从投入运营以来，地铁就成了北京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这极大地缓解了首都的交通压力，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北京市民防局正在大力推进依托地铁建设全面快速地带动人防工程的网络化。能收到这条信息的人都是北京民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这是一个由驴友组成的民间救援组织，主要参与登山遇险、落水等事故救援。2013年4月4日，北京民防昊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接到信息后迅速赶往现场，与其他救援力量一起搜救受困老人的下落。距离老人上山已经2天过去了，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半。救援队的秘书长老牛非常着急，晚上回到营地后连夜召集大家讨论接下来的救援方案。今天有前方的队员反映有一个断崖啊，上面有个断崖，断崖那个地方非常危险，现在还没有队伍上去，咱们考虑一下，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去一下。小武警那个装备都带齐了是吧？国家装备。对，都带齐了，但是晚上在断崖作业的话，这个不建议去的。对，夜间搜救是，咱们不去排查，就是说，假设他比如说华瑞这个人他已经死了，夜间不去做这种事，这种事情是白天来做。夜间去做是他还活着，而且他能够用灯光或者什么与咱们沟通。对，晚上的手机范围太大，因为下面来不容易看清楚。对，看不清楚，危险系数太高了，所以说明天白天。好的。大家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晚上派3组人员沿着大路比较开阔的地方继续搜寻。天一亮，小武警就带着他的设备来到断崖，利用绳索降到崖底继续寻找。北京民防昊天救援队将自己的队员又分成5组，对责任区域内进行搜索。你看那是不是有人踩过的痕迹啊？你过来看看，看那个树枝的折枝方向，肯定是跟着上去了。
有可能是奔着上去的，而且是无意识折断的。呼叫总部，呼叫总部，总部请超收，请回答。这里是安全监视厅长。现在我们尽管谁都没有把握，但是为了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只要有一线希望，大家都想去试一试。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往前进行继续搜索？这里是安全监视，可以，注意安全。那个我从正路，你们两位走两边啊。搜救二组沿着排水沟一直往上爬，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了新的发现。那个冲前。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搜索，最终找到了受伤的老人。因为山上岔路多，老人迷失了方向，完全说不清自己的具体地理位置，导致被困后求救失败。在山区出现这样的险情，需要救援的情况的时候，这些志愿者队伍往往会在很大方面，在技术，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得补充到咱们正规的这个救援部队，不去救援当中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如今像北京民防昊天志愿者救援队这样的组织，北京市民防局拥有340支，他们遍布全市各地各个行业，参与各类大小救援百余次，许多被困人员都得到了及时的解救。北京民防不仅下大力气抓好民防志愿者队伍建设，还依法整组了4万多人的7种人民防空专业队伍，组建了9支民防特种救援队，这些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到2015年，北京市所有社区都将有民防志愿者值守，每个区县都有一支民防志愿者的尖刀班，可以及时有效的或协助应对空袭、地震等各类灾害和险情。从神秘的防空地下室到繁华的地下商圈，从凭票参观的人防设施到鼓励乘坐的交通工具，从54名志愿者到现在12000人，北京民防工作坚实地走过了60余年。民防设施被纳入全市应急指挥管理系统，完全融入了今天北京经济生活的发展，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为维护首都安全、服务保障民生续写新的篇章。民防建设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积极稳妥地推进地下空间的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人防工程的使用向社会公益性方向发展，努力为人民群众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形成一条安全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民防梦就是民安梦。看完今天的节目，大家在坐地铁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了几分安全感呢？其实人防工程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好像一个隐形的盾牌，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安定祥和的生活。在我们享受着人防工程给我们带来安宁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北京市民防人辛勤的付出。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请您收看我身边的人防第5集《融合的力量》，再见。牵手清风漫步，鸟语。